虽然妇女节已经过去了，但是中华关妇女会20号下晡在中华演艺厅举行108年妇女节模范大家新妇甲节育传理人小组召集人表扬大会，邀请中华关26乡镇市模范大家新妇，透过活动卖当让社会各界了解到大家新妇关系重要，这也是社会和谐进步的关键。妇女朋友是每一个家庭当中最重要的人物，大家媳妇的问题也成为很多家庭难解问题。为了要促进家庭和谐，中华关妇女会是特别举办一场模范大家媳妇表扬大会，加只有传理人召集人表扬大会，透过这个活动让社会各界能了解到大家媳妇关系重要，也是社会和谐进步的关键。中华关妇女会理事长表示，家庭中的女性是最重要的关键，家庭的和谐全靠妇女朋友的努力付出。为了我们发扬我们妇女传统的美德，我们中华妇女总会、彰化县妇女会永远永远都很珍惜这一块。如何来经营一个模范婆媳，要让这个社会更祥和，所以都鼓励婆婆媳妇都用爱去经营，用爱去打造这个家庭，让先生没有后顾之忧，让孩子没有后顾之忧，带一个很温馨的社会。大家媳妇之间的相处一直是很多家庭最难处理的问题，互相包容体谅才能走到久长。互相大家吞论啊，对啊，没有啦，不错啦。这段时间你感觉是怎样？我们先来过啊，婆婆有婆婆的个性，我们要去了解她，我们去了解她，然后尽量说可以融合她的一个生活这样子。虽然今年妇女节已经过去了，但是中华关妇女会也是尽心尽力来举办这个活动，好麻烦大家媳妇会当分享家己的经验，来鼓励社会当中有相处问题的大家媳妇，希望也当和平相处，促进家庭和谐。新中华新闻，北平林中华采访报道。